地乐团的精彩演出，然后一场由文化部所主办的文化杯斗球赛，就伫云林科技大学展开两天的赛程咯。哇，集结了大家的这个感情，同时也让大家呢在相互求意切磋之间啊，那么能够更啊能够激发出那么我们所谓的革命的感情跟这个无穷的创意。那么这边我们真希望今天呢，我们能够持续啊过去的传统，我们树立好，为我们自己啊打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化杯或者文化界，我们共同啊以求会友的这样一个传统。已经办18届文化杯斗球赛是头一年选择云林来进行。文化处副处长杨神辉表示，真欢喜下当有来自全国文化部相关部门甲人员下当聚集云林，除了希望透过比赛互相联谊，也邀请大家来看云林的水。比赛结束之后呢，也不要忘了多到我们云林县各个小镇去看看走走。那我们也有输出相关的资料，还有我们的云林的明信片，也都提供大家可以把最美好的记忆寄回去给你们自己。这场的斗球赛，两位吴友仁嘛专程来参与。吴友仁表示，斗球是一项需要技巧的比赛，所以嘛希望所有文化人会当在比赛中得到无同款的创新思考。这种桌球呢，它是一种啊非常轻的球，这种轻的球呢很难控制，所以呢大家要控制它呢，需要非常多的体力、跟智慧、跟技术啊。所以这个东西跟一般的这种啊，在做一些业务上的处理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云林科技大学所进行两天的斗球赛，大家拢拿出上好实力，全力以赴，嘛，让这场的友谊赛是相当有看头。记者王真心采访报道。